你觉得情人节同白色情人节有咩分别呢？平常嘅情人节咧就系2月14号啊，咁白色情人节就系3月14号，个意思都一样嘅，都系代表一个 day of love 啦，爱情啦，做啲好 sweet 嘅嘢啦。如果要定一日做 J 风情人节，你觉得会系几多月几多好？我应该，因为我自己其实我系好中意情人节，但系我都好中意圣诞节嘅，我觉得两个假期其实都系好 sweet， 都系代表gathering 啊，代表爱情啊，咁我觉得系好浪漫。咁所以如果俾我揀一个日子咧，我就会揀12月23号。咁我觉得系 perfect 嘅，因为又唔会系撞咗 Christmas Eve 24号啊，又唔会撞咗 Christmas Day 25号。咁25号就系 Boxing Day 啦。咁所以我就唔会想撞呢啲日子。同埋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篮球，我就好中意 Michael Jordan 嘅。咁 Michael Jordan 咧就系23号啊嘛，佢个 number。咁所以我就会揀12月23号啊。